今天跟大家分享，就是我们在做了一些保护膝盖的训练。除了视频中的训练方法，我还会吃点鱼油，而且一定要选择优质的鱼油。鱼油的好坏有两点可以判断：一是纯度越高越好，纯度85%以上才算是优质鱼油，纯度越低杂质越多；二是重金属与农残之类的危害健康物质一定要低于安全标准，这就需要国际鱼油标准组织 FOS 的检测和五星认证，他们会针对纯度、有害物质等进行专业评测，根据五项检验结果给予星级。金凯撒鱼油纯度是95%，每批次都通过 IFOS 的五星认证，而且每个产品都有对应的检测报告，完全公开，可以看到自己吃的每一粒的纯度、有害物质等。